我是出入子椰子林，原主郑春喜啊，也是呢，这个国际街头艺术大师，从小呢就这个学到这种所谓的树叶哈叶笛，啊，日本人他叫做草笛啊，事实上都是相同的，就利用草叶、花瓣、树叶，哈、哦，来当成簧片，啊，这个放在口里啊，利用我们这个丹田的气呢，透过叶面的一部分呢，叶面受到震动，它就呢发出声音。啊，有些人他会有一些疑问，说，树叶呢，被空气这么一挤呀、啊、一吹呢，就有声音。为什么有高低音、长短音？哦，能组合成音乐啊，这个很简单。啊，簧片呢，受我们这丹田的气震动，气势可以控制强弱，它就有高低音；气呢可以控制长短，它又有长短音。啊，音乐就是一系列高低长短这些音的组合，啊，只要组合的适当，它变成这个好听的声音，啊，这个完全不同于所谓的一般乱吼乱叫那噪音。噪音跟夜音是不同的，啊，是这样来的，啊，如何这个拿捏抓得好，哦，那就是呢，要啊，自己呢知道这些门路啊，不断的去反复的勤练，啊，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练就啊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啊，但是呢，往往呢，这个事实呢。会跟理想呢有一些差异哦。一般人呢，这个哪来？他吹了两下啊，就没有声音，说啊不行了，就放弃了啊。不同于其他的乐器，说手一压或者是口一吹呢，就有声音。这个叶子本身呢，你如果没有真正的抓到啊那个诀窍呢，它是连声音也没有啊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像我现在这个手指呢，哈、啊。做的手势啊，就像一张嘴巴，这个叶面啊压在这个上唇上，啊压的宽度呢，在差不多是0.5公分的宽度就够了啊，角度呢90度，气从丹田经由口腔集中从这个嘴唇，就是上唇跟叶面贴合的位置挤压出去，挤。这个叶面呢受到挤压，它跟嘴唇呢相形之下是比较薄的，嘴唇不会震动，震动的是叶片，它受震动呢就抓得好，就会发出声音，因为呢受挤压的强度不同，它就有高低音、长短音，把它组合，它就是音乐，当然这只是一种工具，你要把这个音乐呢吹奏得好，还是要从基本的乐理。把这个谱，这个呢，弄好，弄清楚，最好是把它背熟，这个绝对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困难的，你看我示范一下哈。翻过来一样，只要呢，你抓好，不断活路去练。有些人呢，他是呢几分钟呢就可以弄出声音；有些人或许呢稍微要花一点时间呢，一两天，也可以弄出声音。先把声音稳定之后，你就简单的你所练的旋律，把它呢这个输出，很快。这个树叶是任何树叶都可以，还是有什么选择？来，你看着哈，像这个是草叶吧，草叶跟树叶哦。
原理都一样。太厉害了，不是，这是较好，也没问题啦，没问题。嗯嗯嗯、哦，啊，正经修高我阁未使，你话像这哦，像这根本就未准当。哦，就是要它能够震动的。对，是是是是。啊，你像这哦，这习惯会使，但是哦，边啊哈，边啊有裂镜。哦，裂镜它震动，啊，裂镜呢，不容易控制。裂镜你要给我顺，哦，给我顺呢，啊，这更嫩。这可能较无好分。哦，一样是可以的，啊，这直就较无遐好，吼、哦。嗯嗯嗯嗯。啊，你看拖脚的吼、哦，这嘛是过一般的草鞋啊。车前头还好。高，没再高嘛，没再高，没再高。